更多新闻内容，带你来关注哦。带你来看这个非常有趣的影片，是我们一起学狗叫。我们来听听看哦。好，可以听到了。其实这只鹦鹉因为不满德国牧羊犬总是在它睡觉的时候呢，一直在它旁边大声的叫，所以呢，它就悄悄的学狗语。这个鹦鹉呢，就趁狗狗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它故意走到它的面前，疯狂的汪汪叫。看到了狗狗呢，眼神真的是蛮哀怨的，心中应该是非常的懊悔，想说真的是惹错鸟了。另外来看到台中二中今年是创校100年，很多的社团呢接续上台表演。之前这一段热舞社的影片就曝光了，其中这一名高中生呢穿着是连身衣，长相非常的清秀，而且跳着性感的舞蹈，短短一分半的影片就吸引超过数万人的朝鲜网友就留言说，这个长相也太有仙气了吧。又来看到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呢，最近在脸书的粉专贴出了一个美景照，可以看到这是阳光透过树林整个交错洒在地面上，给人一种神圣静谧的感觉，也被网友说这根本是圣光吧。